欢迎锁定1700整点新闻，为您带来最新消息。强烈春雨真的来了，气象局下午针对新竹县市、桃园市一度发布了大雷雨的讯息，而现在则是针对了北北基桃九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。这波雨带逐渐的接近台湾当中，有可能是今年最强一波，而且呢闪电也十分的旺盛。透过画面来看到台北同样降起了大雨，外头雾茫茫一片，也要请民众慎防剧烈降雨、雷击跟九